哎，上课了，赶快去吧，因为老师会抓迟到人。可是我有点想尿尿。哎，英文老师去哪里了？他怎么还没来啊？我哪知道？我上课十分钟了，我帮你来补个眠好了。奇怪啊，老师从来没有迟到过啊。算了啦，反正他不要因为自己迟到十分钟就晚下课十分钟，这样超烦的。对啊，上次就是因为国文老师不下课，害我尿出来。看，你好恶哦。哎，反正班长已经去问了，我就先来睡个觉好了。各位，怎么了？不好了，英文老师突然挂急诊，他现在人在医院。老师怎么了？怎么会这样？班长，那医生怎么说呢 ？Doctor。